27万，44加27，数学71，71加。听到了没？欢迎大家来到兔女郎的频道，我是兔兔郎。你今天看起来很开心哎，因为我后面有两个气球。哇哦，很多人一直在问我们说，你这样子出去做试管婴儿啊，反正就是整趟这样花多少钱？所以今天这影片呢，就是要跟大家统整整个全程，我们要花多少钱在做这个试管婴儿。以下我们会分为出国前跟出国后的费用。好，来，我们现在就来讲出国前，就是我们在台湾可以做的事情有哪些？大概会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冻卵，第二个就是卵子运输运出去，第三个就是购买精子。我们现在一个一个讲。来，冻卵的部分，请说。冻卵它的费用呢，一个人大约是10到15万不等，就是看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以及就是用药程度，大约是抓10到15万。价格的话，其实台湾每一个地区的价格会不同，北中南价格也会不一样，医院本身的开价也会不同。冻卵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在台中茂盛医院，他们其实蛮专业的，大家都可以再去评估，他们也会有提供给每一个人的报价啦。大家有考虑要冻卵的话，最好的黄金期就是35岁以前，卵子的品质跟数量都是在最好的状态，越快越好。疗程也很快啦，就是2到3周。接下来呢，第二个步骤就是卵子要运输出去。那我们选择是在美国，所以我们的卵子就是要出境，然后到美国。这个整个这样的运输费，因为它是特殊的状态嘛，因为冷冻，费用是5000元美金，大约是15万的台币。那我跟郎比较方便的是，我们两个可以一起运出去，所以就不用 double 付这个费用就对了。就是它好像是有一个 capacity， 另一个就是可以装两人份的，我们就刚好达到。如果说你们是分开来的话，可能是2次钱。对，那如果像我们这样达到，就是1次钱是5000元美金。没错。好，接下来第三个步骤就是我们要购买精子，费用的部分跟大家说，3000元美金。3000元美金就是含两管的精子以及精子的运输费，这个是最便宜的状况。你要做试管婴儿当地的精子才有这个价格，如果你又跨国买的话，他要再搭一趟运输，就会再有一趟运输的费用。所以这样子的话，大概是9万的台币。所以在出国之前，我们总共花了冻卵要算两人份，算是20万好了。卵子运输费是15万，加上购买精子也是两个人一起的费用，是9万。44万，在出国前我们就花了44万。刚刚讲 ABC 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其实隔了好一段时间，我们这三个步骤都是在去年的时候分批完成，压力会比较没有那么大，大家可以调配一下啦。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下一个阶段，但也是在台湾，再加两个阶段。我真的大讲错，出国前其实会有5件事啦，对，还有2件事。当你人在台湾的时候，其实美国实验室可以开始做一些事情咯，因为你的精卵都已经送到那边了嘛。实验室了。第4件事情就是卵子解冻跟精卵结合，还有胚胎培养。我们现在就是也是完成这一部分了，所以大家看到我们后面的气球，对，就等一下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些事情。好，这个部分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这个部分就是疫情前他们抓卵子输出，以美国为例，大约是4个月。那如果说像我们就是因为疫情，其实有延后，大概到5个多月，实验室才收到这个卵子，整个文件上全部处理好是5个月。然后他还要再安排精卵结合的时间，这个都还好，这个都很快的，就是你主要是要花大概4到5个月等卵子送到，然后送到之后他们就可以做结合，结合跟培养就是4500元美金，大概是135000块台币。因为我们是2组的精卵结合，所以这样加起来就大概是27万台币。可是如果你们是像2个7期的话，你们可以选择是谁要做谁就先，那你就是先付一个人的钱，另外一个人等到他要出发的时候，那一年再做，那就是第二笔钱。那因为冷冻技术很好，理论上是可以永久保存的，所以这个部分大家是有弹性可以选择的，反正一个人就是13万。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精卵结合，最后我们有做一个 PGS 的检测报告，这个全名就是胚胎着床前基因检测。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做了这个检测，它可以评估胚胎着床的成功率。PGS 检测会有个基本费，基本费是2500元美金，另外它是算受精卵的数量，对，胚胎的数量，一颗胚胎是400元美金。以我为例，我后来成功培养出来的胚胎有5颗，那你这样做就是2000再加2500。
我一个人就要4500美金，他一个人大概就要135000，然后我的胚胎比较多，反正我们两个加起来费用大概就是300000的台币，好惊人哦。OK， 出国前要再重算一次哦，请帮我计算一下，20+15，这边已经44了，哦，44+27，为什么是27？哦，27万，44+27，数学，71+30，101。听到了没？所以我们今年又花了57万出去，所以这样加起来已经101万。可是恭喜大家的是，到这一步你们已经花了大部分的钱了，而且是两人份了，已经花了大部分的钱了。嗯，所以恭喜到这一步的你们都已经很成功啦。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出国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需要培养一下你的身体状况，跟你胚胎移植期的药物，1800美金到3000美金不等，但每个人就不一样。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植入，植入这件事情就是3500美金。大概是10万块台币，所以出国后这两件事情加起来，两人份的话是31万的台币以上。101再加31，这样多少？132。Total 加起来大概是132万，请大家参考。132万，请大家参考。OK， 我可以再口述一下哪一些是可以分开，哪一些是一起。如果是像我们一样两个人的话，运费是一起比较划算哦，购买精子一起比较划算。其他的你们就可以决定是要一起全部做完，还是你们要分批。反正我们两个人加总132万，期限你们可以自己拉，这个就没有规定一定要多久。但如果你要紧凑一点的话，抓个1年半会比较保险。好的，接下来我就是整理了一下，就是一般夫妻在台湾做试管婴儿的费用，跟我们去国外购买精子的费用差异是如何。你在台湾做的话，做的是哪些步骤？冻卵是一定要的啦，就是取卵的部分啦。但精子不用买，因为精子原则上就是用就是你的丈夫对、PGS 检测，如果你有做的话。胚胎移植期的药物跟植入加起来，一个人大概是30万的台币。这个不能算一个人啊，一对夫妻。哦，对，你是夫妻，反正就是只有一个人了。对啦，哦哟，一对夫妻30万哦。这是以取卵，因为其实我后来有研究，夫妻其实也可以是不用取卵的。这个就是体内受精的那种方式。对，也是有这种，就是精子取出来之后经过洗涤筛选也是有，但是这个成功率比较低。那我们如果在美国做的话，就是刚刚所有步骤都有做到的话，一个人大约是68万。但这个费用每个人不一样，就是包含像我刚刚说 PGA 检测是算基本费加上胚胎数量，我们就是大概啦，大概就是比台湾做大概多一倍多啦。真心希望台湾也可以修正一下法规。在台湾跟美国最大的差异其实就是刚刚说的卵子运输费跟购买精子的费用，这样这样就差了24万。其实还有一个差距，就是在台湾做精卵结合加上植入的费用是大概7万块台币，可是如果在美国做的话是23万台币。这一个部分话也是比较多的。那费用讲完之后，再来就是大家会好奇我们是怎么选择。我们在台湾冻卵部分就是台中茂盛医院，接下来美国端的话，大家可以搜寻是 ISMC 相关的联络资讯，费用我们放在影片下方，你们真的可以直接找他们，因为毕竟他们才是专业。我们其实也是透过跟他们联系，其实我们只是表达我们的诉求，他们会去帮我们做协调跟沟通，包含实验室那一端都是他们去处理，进度也是他们在掌握的。现在他们其实也有会说中文的客服人员，所以不用担心说英文不好怎么办，资讯我们都放在下方，联系之后他会拉一个群组，说中文的群组。其实我们也是有跟医生视讯问诊过，对，这个部分也不用担心，医生一定是美国人，旁边的窗口或护理师他们会做一个及时的翻译，不用担心说不知道自己的状况，线上可以解决这些事情，就尽量在线上。我们为什么会叫 RSMC？ 你在做每一个步骤，尤其胚胎解冻合成，你都要签一堆文件，你买精子也要签一堆文件，他所有东西要签一堆文件。这部分如果有中文的人员可以协助的话，你会简单很多。我们现在应该都差不多，接下来就是人到美国去做一个植入。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有做 PGS 检测，所以我们知道适合植入的胚胎有多少数量，不适合有多少数量，包含性别我们也会知道，所以我们不用等到小孩比较大的时候去做产检才知道性别，我们直接就知道性别了。所以现在跟后面两个气球就是我们揭晓性别的时候了。兔兔都在讲保留惊喜，但我一定要说，刚刚在弄气球的时候，女儿已经把气球弄爆了，不小心看到那个气球了。来，请看这个图，看这个刚弄爆的样子。
我很尴尬，但没有关系，还是可以猜，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猜，对，还是很值得猜。我现在可以先猜，好，你先猜。我刚刚有看到有蓝有粉红，我原本是猜大概3:2吧，男生3，女生2。他本来想要瞒着我，因为我跟他说，你如果知道结果，你千万不能跟我说，哎，今天结果出来了，然后你又不跟我讲答案，所以我跟他说，你就算知道结果的当天，你也不能让我知道你知道了，好复杂的语言哦。要不要我帮你翻译？不要。结果你知道吗？他当天就让我知道报告来了，我没有讲啊，他就在那神神秘秘一直打字，一定是报告出来了。他那天早上就一直有一种喜滋滋的感觉，边打字然后边在那边面露微笑，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要让你这样子面露微笑，好像其中某一天还说你会很意外的结果的，这什么意思啊？那如果是很意外的话，要么就是男生报多女生报少，要么就是女生报多男生报少，所以是哪一个？你这样有讲跟没讲是一样。我猜是男生爆多，但最优秀的那颗还是女生。我猜的啦，因为我已经知道，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直接揭晓。我其实最一开始去乱学19颗，最后经历这么大一波，中间都会损耗，成功培养出胚胎的只有5颗，5颗里面要去做检测，要删掉一些不合格的。5颗胚胎结果在这边，你们大家有没有猜测狼狈生出什么性别的宝宝呢？我们要来揭晓答案。哎，好可怕！等一下，揭晓答案了，哎，揭晓答案了。结尾的部分我们重新再跟大家说明。好，那我就快速报告了。我冻卵最一开始其实19颗，但是经历过这么多流程，最后存活下来只有5颗。那5颗里面因为做了 PGS 检测，检测出来5个都是女生，这里面有2个是不建议做植入的，只剩下3颗是可以做植入的。那这3颗里面又分别是2颗 AA 级1颗 BB 级。我们来公布兔兔的成绩，送出去29颗，最后成为胚胎的有10颗，这10颗里面4颗不建议做植入，存活6颗是建议植入的。总共10颗里面，你只有2个是男生，另外8个都是女生。对，我昨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好，有男有女，这应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吧。因为毕竟数量多嘛，反正就是有男有女很有可能。我就一直在期待那个最好的那一颗，因为他有透露给我就1颗 AA 级的。昨天我们就在算，哇，这么多受精卵，然后总共15颗里面这么少，然后你就说，你看那个男生多么想熬出头。他已经告诉你，这个男生比例已经少到一个可怜，15个里面才2个男生，唯一一个 AA 级又是男生。你的小孩其实告诉你他想选男生，但是他尊重你其他选择的权利。关于你如果做 PGS 检测的话，我们刚刚说的 AA 级、BB 级，那是 PGS 检测会告诉你适不适合做植入啦。你不要以为不建议植入的都一定是 BB 级或者是有 C 等级的，你也有 AA 级，但是是不建议做植入的。那我们的到底是都是 F 还是 G？ 都有。像你有个 GAA， 一个女生 GAA 等级的，最后 PGS 做出来是不建议做植入的，所以她胚胎等级本身高，但是她最后做更进一步的着床检测的时候就是不建议。这个胚胎等级要看后面刚刚所谓的 A 级 BB 级，总共就是2个字母加3个字母。那我们先看后面3个字母比较重要。第一个字母是 G 或者是 F，G 代表这个胚胎植入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F 就是一般，它没有不好就是一般。第二个字母就是未来胎儿细胞层 ，A 是质量最好 ，B 是正常 ，C 是一般。第三个字母是未来胎盘细胞层 ，A 是最好 ，B 是正常 ，C 是一般。这就是胚胎等级的字母。那前面2个字母其实代表你这个胚胎的孵化的方式嘛？那我们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胚胎是细胞孵化出来的，只是一个它怎么来的一个代码。那主要还是看后面那3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兔兔是有 AA 级，但是最后 PGS 检测是不建议去做植入的情况，就是这样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以为自己有选择、有计划一样，那只能说结果。有时候就是和你计划和你想的不一样。原本我们想的是兔兔生一个公主，我生一个小男孩，结果看起来就是我的小孩他是坚持要当女生，我是没有得选择的。然后兔兔的他就是看似有选择，但是告诉你 AA 级只有一个男生。我只能说啊，越来越相信所谓冥冥之中这件事情，就是你会觉得有一股力量一直在传递讯息给你，就是这样。好像大家说服我一定要是男生，那我就是想说没关系，就是反正小孩自己感觉也这样决定，那就这样吧。那我就开始逼他说，快帮我这个 baby 取个名字，小明，小明。就是你会抱有对这个小孩的期望，他希望他就是健康快乐是基本的，那他最想要的是顺遂嘛，所以你叫他恭喜好了。恭喜感觉就是一直有好事发生，对。
他也很开心，觉得这个跟万岁很像。那为什么是小名呢？因为我们微迷信，本名的部分会请老师算。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希望有帮助到大家。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跟我说拜拜。大家都女生男生不是我说的哦。后来就是我们 follow 那个 IG 啊，然后就大家都一直说兔就是生男生。哦，他说大家是女生，对我来说男生女生都好。恭喜过万岁，感情大哎，你们就是一配的。